刚才玩完直播，然后后面呢有一组我很喜欢的套组，然后是丹宁色，深色丹宁，因为今年我觉得红色跟深色丹宁是完全回归，然后我有找到一个很漂亮的套组，配上直筒裤的丹宁的牛仔裤，然后我等一下会一起配给大家看，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先拍给大家所有的那个敲完款直播。然后我今天先搭配第一款，就是这一款的衬衫，这个已经穿过应该第二或第三次，因为蓝色跟白色很多人一直都有询问，跟其他款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款比较特别，是它比较 oversize， 这个地方特别松，然后它是有天丝感，你会感觉到有点光泽感，就比较夏天比较清爽的感觉。嗨，看看它这个颜色就是很美，我等一下还会穿白色去搭配一些新款的西装裤。那我现在就是因为天蓝色，我觉得就是配白是特别的显色，所以我就一起拉给你看。它颜色就是，我觉得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基本上洋装啊，或是平常穿搭，就你可以这样单穿，也可以当长版那种防晒罩衫，然后去海边啊什么，我这个也蛮常用的。那它很舒服的，带一点棉的天丝感。的衬衫，它就会有点点光泽感，所以会有点抛光效果。然后往后看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它是 oversize，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尺寸的问题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穿，就很简单的，很软。那我往后面给你看哦，然后夏天这种衬衫就是必备，因为很凉快之外呢，就很轻松。这款呢很漂亮的地方是在它背面的部分，它是有个蝴蝶结的效果。那今年蝴蝶就是很烧嘛，但是它的蝴蝶结我觉得很简单，而且它是做背面的设计，它是棉麻的。那它前面呢就有点比较偏短一点点，然后后面是长的。那我穿起来的话就是会前短后长，就是它的线条呢，我等一下穿给你看，就是会有一个风吹的感觉，我觉得以棉麻来讲的话，整体感我觉得很漂亮。它侧面是它背心，那它这个肚子完全不用担心，它宽宽的嘛。那型的话，我觉得穿起来也不会太宽松，它真的偏宽松啊。但是它穿起来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，它会有一个利落感。那我就是一起样配这个牛仔裤给大家看，等一下。这款棉麻的背心呢，它还是有一点点，它里面是还有一层里的，所以它分量感就是它这边还要多做一层布，然后就是偏宽松，往后退你们知道那个感觉。它的背面超级美，然后颜色非常的有气质，就是有点深比较浅蓝加灰色调的，有点正蓝的感觉。我往后看哦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它就垂垂感很漂亮，我往后退，然后你们看整体的型。那因为它是前面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，你让它看一下是哪里的。就是背纱款，非常美。然后前面呢，像这个的话，这颜色我可能会搭。像棉麻，我觉得很适合去看展啊，或者是有时候去，我觉得展览的时候，或是假日啊，去咖啡厅或是漂亮的地方，你会觉得穿这个就很有气质的感觉。简单的珍珠项链就可以，那因为它是长版的，我就直接它长版的。很简单，就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个子超小的，可是穿起来是。就是驾驭起来非常的有气质，然后很有安全感，该包的全包了。 OK， 再来是这个墨绿色的这个衬衫呢，因为墨绿色真的非常难拍，基本上它就是你现在
上看直播的完全这个一样的颜色，我尽量还原原本的颜色，让我们看非常多巴胺的颜色很亮。那绿色呢，我当然是就是一定配黑的或白的，白的真的会很亮，所以我就是整体让你看一下。那它偏宽松，它是短版的，然后我可以当罩衫，那也可以直接单穿这样子，然后一起穿给大家看。是我觉得我目前找的那个牛仔裤里面，白裤牛仔白裤里面它是最不透的，然后完全包臀，然后很可爱。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 A 刺绣的，然后是粉色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牛丹宁裤的这个牌子也很漂亮，粉肤色的，非常可爱。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型看起来很显瘦，然后偏直筒的，所以小腿比较壮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完全直筒的感觉，它弹性也很好，很舒服，所以就是完全它是轻薄款，可是它竟然不太透，所以我会很推荐给大家。那你也不能穿得太夸张的，那一般的话我还是会很方便来期间，我还是穿腹式内裤或是打底裤都 OK。 那我自己亲测，因为我现在穿的是黑色内裤，这样完全不透，所以我这一款我真的很推，非常适合平常搭配，而且白色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家里有一瓶漂白水就非常好清洁。有时候牛仔裤你会担心白色很容易脏，其实白色是最好洗的东西，非常爱白色，因为随便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搭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墨绿色呢，是不是这个人很亮的感觉？不要害怕，如果你自己家里黑白灰太多的人，然后你喜欢绿色，可以参考。它棉麻，那它的你摸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比，我觉得它是比一般棉麻更纯的棉麻的感觉。然后它价格会有一点点，可是我觉得也是 CP 值高的，然后很舒服。它就是真的真，就是你摸起来真的是蛮棉麻的材质，很透气。那你可以扎跟不扎都可以。我的懒，我就是会直接拿进去，白色的，让它往后推看看。绿色，是不是很亮，特亮的感觉？那你可以把它当罩衫，这个罩衫式的，很轻松。绿色大家穿完很久，但是一直床上这一款呢，因为它的颜色关系，有时候有一阵子就是缺货蛮久的，我们就一直跟厂商讲确认数量，所以这个大家记得，因为其实大概这个月中开始，大家你们可以感觉到很多东西都常常会断货，我们常常会通知客人，所以你们喜欢的颜色，像这种比较特殊色的，拜托夏天真的要抓紧，喜欢的话赶快买，不然你们会很容易买不到。这个 ，OK， 不用担心的，断货我们都是直接退款的。但是颜色如果喜欢的话，真是把握数量可以下单。OK， 好，再来新款这个。很喜欢的娃娃衫，这个娃娃衫它材质很好，这里是绣棉绣花的布蕾款，它上面的话是棉麻，然后带一点天丝感的棉麻，很舒服，很轻，然后它的刺绣，你看一下娃娃衫非常好看，这个真的随便搭。然后我这一款呢，就是想要让你们感觉就是，稍微，近一点的感觉。我说我配棉麻，就是棉麻的那种休闲裤，宽宽的，让你们感受一下。那你们可以参考那个床上图片，它是搭配丹宁裤，也很简单，是非常简单的这种绣花布蕾的这种可爱的娃娃衫背心。
这一款呢、啊、超多朋友问的，因为上一次的款式跟这一次他们差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个是直接做松紧带裤头，上周的这种休闲裤呢它再软一点点，它是做绑绳细绳的，但是它如果你两件选不出来，你们就挑颜色，因为这一款的颜色有一款这个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害怕，但是这颜色超级好搭，它是带灰一点点的蓝绿色的感觉，非常漂亮，整个人看起来会很空灵。然后两款呢，我觉得裤型都很漂亮，都很值得收。两款的裤型也是雷同，但是呢，这一款再宽一点点，像那款偏直筒，这款偏落地宽裤的感觉，那你们就自己看一下直播感觉。非常两款我都很喜欢，因为现在夏天这种裤子非常穿得住，凉快呢又轻松，然后又不会勒肚子。好，我先穿这个颜色给你看。基本上我嘟起来这边，它是高腰的，那这个地方偏松，微松感，然后有口袋，这款很漂亮，它的颜色就是立刻看起来就是比较气质感，然后冷冷的冷清感，我往后退，然后你再看整体的裤型，那对我来讲，我15它算是刚好在鞋子差一点点碰到底，可是就刚刚好，那所以个子高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，可能因为它裤型是。直的，然后微松，所以不太会影响到裤子的长度，所以还蛮友善的。松松的，所以它感觉是在这一款跟上周的款式，这一款再休闲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清冷感比较重一点点，然后它的颜色也是比较轻一点点的。然后我现在配刚刚的娃娃衫给大家看，不是立刻觉得有气质感。然后是方领的复古感，我往后推，它配这个裤子也是超美，然后就是有一点柔美感，就是女人味感觉。可是呢，它又是轻轻的，什么都没漏到，然后就是很简单优雅，就是它的整体氛围呢是我觉得比较优雅淡雅的感觉。我往后推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推荐给想要舒服过夏天，清就是凉凉的，凉爽，很清爽。这个绝对你们可以，如果要出去玩，绝对非常穿得住，很舒服，很单薄，然后质感又很到。这款应该是背心，这一次有两款的，那一个是这样子。它这一款比较欧美的，就我觉得比较美系的感觉。它这边的话是完全镂空的，看，然后是做两个蝴蝶结，然后它的特色是风情感。它就是它这个是轻折，就是一折一折的感觉，然后短版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是微松，然后是方领的不一样效果。因为它实在都太美了，我实在无法抉择，而且完全不同感觉，所以。让你们感觉一下。好，那我穿这件给你看。那这一件的话，我先因为它比较偏美系一些，我就把它配一个这样很夏天的那种丹宁感，很可爱，就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显年轻的感觉。OK。
穿过了。那它这个地方是偏 A line 的，那因为它很高腰，肚脐在这边，它高过肚脐蛮多。这一款呢就是偏小，我现在穿的是 X 号，真的偏小，所以一般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是 S 的朋友，请直接拿 M 会比较舒服，因为我的腰比较小一些些。那我自己整体穿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它偏合。然后穿这个娃娃衫配给你看。是比较硬挺的棉麻，有点偏一点点亚麻的感觉，是风情，它是这样一个一情情折这样。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因为是镂空的哦，然后我里面配一个小白背心，这样好，很方便穿搭，所以不用担心是娃娃衫的感觉，很轻松。比如说看画展，或者是突然晚上有一点点约会或什么的，你想要不要那么轻松，我就配这个长裙，这个开叉的。你要配依赖长裙也可以，配这个也可以。然后我配给你们看，它这款是前面会有一点开叉，然后它的腰的地方会有一个这样抓皱的感觉，然后一个细身，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。这边前面会有个开叉，我穿给你们看。细高一点、低一点都 OK。那我一般都简单直接洗，就是黑色的裙子。来看啊，它就是配像这样，晚上去什么活动也还 OK。然后上班，如果你家那个公司也是可以穿裙子，我觉得也很得体，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好方便走动，方便做事，不会让人觉得好像很矮油的感觉。那我现在穿黑色的凉鞋一起搭配。裙子就是会有点微小心机吧，走动的时候会看到一点腿，可是呢，它这个腿啊，也不会完全，就是不会暴露你的缺点。但小腿啊，比较在意的朋友，这件很可以入，是它可以微看到一点点肌肤，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害羞。再来是这个是下周新品，那这一款呢，它是。特别的，你这样看过去，它是有点这样子几何图形嘛，像这样。可是它很漂亮的地方，就是毕竟最近就是90年代风格回归，就是极简风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元素，就是上面会有一点点水钻，很漂亮，很闪。就是喜欢有点微小浮夸的朋友，那这一款呢，还是基本上还是西装裤，但它是低腰的，所以它。裤长比较短一点，我穿给你们看。但这个尺寸对我来讲偏大一点点，然后所以我后面等一下会腰稍微拉绑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效果。那它很可爱，还有这种口袋，然后配一个黑色的缎面的背心。这个我之前穿过了，它这一款的质感很好，它是拼接这种欧根纱，很漂亮的纱，然后在肩膀的地方。它的挺度跟厚度也够，很漂亮的背心衬衫 ，OK， 我配一起给你看。
记得这边它尺寸我有稍微细一下，因为它的尺寸对我来讲偏，它是低腰的，大概中腰啦，中低腰的部分。然后口袋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会有那种一闪一闪，它其实蛮亮的，非常美。然后我配的衬衫给你看。精致的感觉，但它偏夸张一点是真的，因为它上面真的会有水钻，好像冻龄可能，就是它会有点亮亮的。我等一下再近看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它上面真的是一颗一颗的水钻在上面，就真的蛮亮的。然后我觉得很适合上班穿，可是偏一点浮夸，你们可以礼拜五的时候感觉好像 Friday night 可以穿这样。拼了不鞋，很简单的这种 look。好，这是下周才会上。OK， 新的很漂亮的西装裤，它是奶茶，有点可可色。奶茶可可色，很漂亮的琥珀扣的，那它是没有，它是这种直接是纽扣式的直筒，非常显瘦。这一款真的是必备，一样是礼拜四晚上10点一起上架。这一期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西装裤，我们其实很少这种颜色的西装裤，真的很美，它是有点偏奶茶可可。配上去，我觉得就完全每天上班都可以搭配的那种风格。那我先穿给大家看。是凉感的西装裤，所以很你觉得穿得住，很凉很舒服，然后还是有垂感的。它摸的时候，它的布料是有垂感的，算是雪纺，薄的雪纺，它的打褶很漂亮。我往后让你们感觉一下它的整体氛围。这款刚刚有穿蓝水蓝色的，然后这是它同款，它是比较 oversize 的，微透感，这种凉感的衬衫。OK， 衬衫很必备，因为它真的穿起来帅帅的，然后又会我觉得有点微防晒啊。防光，然后防冷气各种，然后有点微透感，很凉爽。我先来介绍这个车，这个牛仔裤。这个呢，其实它之前就已经在，这是法棍裤。那法棍裤呢，它的款式还有一个颜色。是一个这样车型的，这颜色真的很漂亮，也很显瘦。如果喜欢深色丹宁的人，
真的马上等一下结束真的立刻买，因为它非常的弹性很舒服。可以让我看一下弹性呢，它是有点微弹的，所以你穿得住，夏天它是薄的，那它薄的呢，可是它又有带一点挺度，而且很显瘦，很漂亮，它的接缝处也是很有精致感，它是微弹，很舒服，然后高腰包臀，然后口袋是往上的，所以它就是整体就是真的很显瘦，然后完全包臀。我等一下会先配 T 恤给你们看，然后先穿那小可爱让你们看整体的氛围跟形状，然后再配上衣给你们看。等我一下，性很好，它的这个很舒服，可以再穿款这个日常的 T 恤，像这种丹宁款啊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最配就是条纹，所以我配一个这样的 T 恤让我们看一下，然后它整体氛围感会立刻，我觉得很超适合上班。等我一下，是立刻就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偏一点点，就是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很适合通勤，而且很经典，就是这种。这个 T 恤它是有点微针织的感觉，然后是有弹性的，很舒服，所以你们一定谁都可以穿。那有点厚度，可是呢，它厚度它是不会让你很热的，很舒服。然后它是这种弹性针织 T 恤，它是棉 T， 可它是有点像微针织的感觉。它纹路跟细节我觉得蛮真细精致的。那我往后推，让你们看一下。车线的，它的车线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又很显瘦，那种是不是每天可以穿搭的一种？那你想要紧一点也可以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想要露出来也可以。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。这个条纹配深色丹宁，基本上我觉得是绝配。然后这个是黑白的嘛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绿的，我配给你看。绿色会在，我觉得比较复古一点点。那你要杂不杂都可以。那我先一个适中的、简单的杂，看看。Okay， 配个麻花的乐福拖，乐福鞋，皮鞋。很舒服。别忘了，还没购入的朋友可以参考，它是大 logo 的这种嘛，大的图形的这种乐福鞋，我觉得超经典的，很好看，你配裙子啊、棉麻的丹宁裤、牛仔裤都可以，就是很方便。西装裤，这样说，西装裤也超好看。
以帮你配一整组，这个是我特别帮你们配的，因为我发现我只要搭一整组的配好的，不管是厂商配的还是我帮你们配好自己脑袋里面想要的一个感觉，我发现你们都很喜欢。然后真的配到这个车线，这个牛仔裤配这个丹宁外套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眼睛发亮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风格。那它这个是有点微微的小香风的感觉，它还有分尺寸，它上面的话是很漂亮的这种扣子，然后上面也是有车线，就是天生绝配跟这个，然后是短袖的，我知道套组的这种小外套真的很难找，然后是软的，很舒服，所以你们不用怕会热。OK， 我穿这个给你们看。程度很高，然后很舒服，然后你上班呢，平常穿都可以，很方便，然后你可以完全扣也 OK， 完全扣的话就推荐，这样，它是这样，那你就可以折一下下，然后也可以配个饰品。那我自己本身的话，第一个扣子不会扣，我觉得让它这样轻松一点点，然后往后面让我们看一下，那你这个也可以扎，也可以不扎，我完全让我们看一下。颜色它比较深一点点，但是它整体感是很漂亮的。那你看一下这个细节，我觉得很贵气，就是我就是有点酷酷的，然后可是呢，它又有一点女性元素，因为它其实整体感我觉得有点微微的小香风，但它是做丹宁的风格。是我今天的，就是想要介绍给大家最心里最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一款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再来棉麻裤。那这棉麻裤呢，它这看起来是裙子，它是裙子的感觉，这样，它是裤裙，它是裤裙，然后后面是松紧带的。那尺寸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偏小的，所以我平常的话穿 M， 然后整体感氛围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，这很适合上班穿。那我配一个最基本款的针织给你们，已经穿了几万次的针织，这个还是有一点分量感的针织，然后材质很好，它是我觉得它算是 CP 值真的很高，有点不会冰丝的，所以你穿起来不会热。配给你们看，穿起来身材很好，而且很显瘦，所以如果短裤的已经买腻了，想要来裤裙真的很适合，然后是棉麻的，不会热，然后很舒服，然后重点是很显瘦。然后呢，它旁边是有口袋的，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，我最喜欢有口袋的下身啦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比较轻松的感觉。那它目前是只有黑色，所以它最显瘦嘛。然后裤子你不用曝光啊，后面的话是松紧带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然后配针织给你看。
上班必备。下面配乐福鞋给你看，这是完全上班必备的风格。这个还有其他颜色，那我选一个比较浅的，让你们可以看，不用担心这种颜色的感觉，然后很舒服。然后这一款我喜欢它的地方是，也有口袋，很轻松，就是真的是随便套上就可以出门的那种。好，我穿给你看哦。比较轻松的，就是比较轻松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是有点偏绿的感觉，然后有裤带，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，空间大概是这样，好，我们配这个541款的衬衫，这个就是标准。我假日出门会爱穿的，就是只是去买个咖啡啊，或是走走公园走走啊，散散步，晚上想要散散步，遛遛狗啊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穿，不往后面。深裤，这个全白的，那基本上它蛮透的，那我一定会穿安全裤打底，它就不会看到。然后上面的话，我就配一小背心。它很可爱的地方是因为棉麻，这个我度假的地方我会很喜欢穿这样子。就是如果今天去加州啊，或是泰国啊哪里，我觉得很轻松。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就会喜欢穿那种很松松的微松感的那种连身裤。那连身裤呢，它这边是有松紧带的，那你脱的时候你只要一边脱一边脱，因为它是没有弹性的，它这边是有的，所以这边的话你们要看清楚尺寸，那它本身的话上面是有点微松感的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还 OK。 那如果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啊，肩膀比较宽的啊，就是往上带一带一个尺寸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是松紧度松紧带的尺寸。那这个我也要注意的话，偏比较透一点，它是完全棉麻的，全白的，非常漂亮的白色。可是穿起来很有点微微的松弛感的弦啦。我先穿这个给你们看。这种松松的感觉，微松感，这个就是大 B 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微微的抓皱不明显，然后松紧带，然后里面配小背心，然后它是有口袋的，对，口袋，然后我就是穿给你们看，然后往后看，让你们看一下，
点点鲜，我觉得蛮鲜的，因为它全白，看起来整体肚子是会看起来很干净，可是它是微松的感觉。那如果可以接受，里面就是搭内搭裤，不是内搭裤，安全裤，我里面直接穿安全裤，然后加一个小背心，可以接受的朋友都可以参考，因为它这个就是我对连身裤就是会有一点点的，就是迷恋，我很喜欢这种整身的。那你脱的时候你就这样，直接这样子脱，因为它是没有拉链干嘛的，它就是直接这样脱下来，然后穿，所以它的 V 领会做的比较大一点，那它整体感觉会看起来比较轻松，比较松的感觉。好，最后一个款式呢，这个是连身裙，然后是有点浅丹宁色的，就是有点微微的复古感，然后还有附一个细带。细节，背面，然后它是有点分量的，所以它是材质还不错。然后我现在穿整体感，让我们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就是微微的小俏丽，可是它又是复古感的，这就是很适合那种金元素的大耳环，圆的也可以拿出来，就是我觉得很轻松，可是它就是有点微女人味。我往后看，让你们看它细。因为我个子小一些，所以基本上我不会穿在里面洗。那你也可以直接打蝴蝶结，可是基本上的话我比较懒，我基本上就是有时候只是一个这样子结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觉得比较轻松，它是比较休闲感的。一件式的洋装，因为它真的我觉得蛮凉快的，而且什么各方面我觉得都很轻松，而且我觉得很显瘦。OK， 谢谢你们喽。今天的商品就到这边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说。然后礼拜四晚上10点前商品就会全部上架，还有清单的话明天提供给大家。OK， 晚安。